哦，其实我觉得投资大赛真的蛮有趣的、啊，对啊，就是大家在试，就是越投越瞎，越投越瞎。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很精彩？你不要每次演唱到这种疯狂的，到底在干嘛？这是姐今天最美，有事吗？没有事吗？为什么要看我？是不是？我跟你们真的不要笑，所有的明星在什么米兰、巴黎，他们的街拍都是这样拍的。你以为就随便能拍出那样的姿势？他们走路是这样，真的是。哎，你这视死如归。你刚刚就是我刚刚是这样，我不是这样，你只差没有死。那你是外表老成的内心住着一个小灵魂。我是外表嫩的内心，外表很嫩，内心住一个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，主人生。等一下，笑场的请吃饭。OK。OK。他说手牵手，然后手牵手，在外面跳海。完了，不会这样。玫瑰花瓣，我快吐了，我快吐了。